建立人与人爱的连结，防疫破口就是你。希望大家乖乖在家里，人与人别靠得太近，难以忘记那个阿姨一双迷人的眼睛。五天都要去找你，我哪都不去。建立人与人爱的连结，防疫破口就是你。第三境界你该注意，所有的人现在都要小心。哦哦，希望大家乖乖在家里，人与人别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。防疫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希望大家乖乖在家里，疫情很快就会过去，掉以轻心只会害人害己，团结抗疫 just you and me。 不要忘记 COVID-19， 它会害你不止生病，在你的肺里它会让你活不下去。一瞬间失守已经全体扩散，确诊暴增200多例，你的天真全带惋惜，在医馆的阿妈害你走心。哦哦哦哦哦，希望大家乖乖在家里，人与人别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。防疫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希望大家乖乖在家里，疫情很快就会过去，掉以轻心只会害人害己，团结抗疫 just you and me。